凡事细心、细腻、细致的个性，使得李万静做的西服有别于一般的西服店，接触的客人都是政商名流，就连陈水扁两届总统就职典礼所穿的西服和神探李昌钰的西服也都出自李万静之手。我今天可以做到这种行业的佼佼者，今天小有成就，其实是自己的坚持，自己的坚持啊，那加上那个上天的厚爱，我们在我们村庄这30年下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得到了世界3次的冠军，亚洲的3次的那个冠军，真的很了不起。那当然在国内就不计其数，因为当这个那个总统的时候，用了彩虹丝。李万静认为做任何事一定要用心投入才会成功，正因这样的理念，每每代表国家出赛总能满载而归，屡获佳绩。听说这一件是世界冠军的西装，我很想问，当初你的创意从哪里来？因为在台湾那个火一堆在发光发亮，是，所以我们就用LED 的概念，这个元素融入在西装里面。即便在事业上有了国内外各种奖项的加持，李万静却丝毫不懈怠，只要是工作上有需要，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义无反顾努力的学习着。我在这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入股课程，那我就利用我早上要上班之前去补习那个字，来到东西的，我变成那个有一些外国人，我是讲英语，那你必须，所以也是因为环境的关系，那也是因为你个性的关系，这个个性其实跟基因也许有关系。我觉得你非常的努力，而且会觉得不够，我还要再精进，再更努力。你要不要给我们年轻的一辈用一句话来勉励他们？脚踏实地，卖假花来看花花，安尼才好多成功。